精彩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，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，新闻观众朋友，刚唱歌唱多大声，真的，好热闹。哎，你今天是变调的哦，因为变调。他们今天咱同样是干嘛放假嘛？礼拜六，40度出来的影响到大家观众音乐。树上跑来跑去的，你们有用到这个跳板吗？有，中间有一个。你们团长是团长，你好，你们什么跑步团？魔猴，台湾魔猴工作室。都成立多久？我们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了。你们团有多少个人？目前主要干部大概5到10人。5到10个。对，你平常练习地点会随便？高雄为主，但是我们会到处跑，世界各地也会走。对，可是我们上次有采访过那种好像专门为跑步设立的一个地方嘛？有那种场地，台中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台中有，我们还试跑过公园。对啊，跑步公园。但你们会在跑步公园跑？也会。那我们自己教室就是一个训练场，我们是用身体的训练，一步累积的。我们最小的小朋友大概1-2岁就开始练，1-2岁就要翻了。就是翻啊小爬，然后最大大概60几岁，爷爷奶奶60岁就翻，我就是60几岁了，这样的动作光哥掌握。他们从上面跳，你要不要跳？可以。你还不要说我大飞，你从那边跳过去。大飞来，才20几岁啊，还跳过？可以啊，再一个。可以。看到没有？没有练过就是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只有郭忠又可以啊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你是直接跳，这个很轻松啊。你要跳啊？他们是觉得跑步很简单的，你去做一个动作，他们比较难。对，你做一个动作吗？过去，比较过去是难的。哎，经典的，经典的，跑步哪那么容易？对的，经典的，经典的。看到没有？跳绳。哎，然后跳那个飞啊，跳那个飞呢？哎，要 OK 了。人家都学很多年的呢。哎，庆华。这是找你了，简单对不对？对，这要协调的不容易，这样练过的啦。对，那对呀，巴西的，哦，巴西的，五羊节就可以，很柔术。他不仅这样，他还空翻，还空翻。哎，如果没有穿这个拖鞋垫，那今天都不要穿上衣了。五羊，你放心，前面有放垫，中垫子。五羊，你这么近吗？五羊，不行，这样会不会没有冲力？来喽，碰到。来跳一个之后，啊。有做到位的，一点点，更难的，哎，这个已经做不起来了，你还要更难的。我们大家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，换更难的。我们这个啊，哎呦，不要垫子，起来跳，哎呦，然后刚好扶一个。啊，扶一个，它是两个连接的动作。哦，真的吗？连接的动作。哎，团长可以吗？啊，可以了，好来，因为两个连接的动作。
家说我什么时候找他，我刚刚也没找他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什么时候找他，再说这么难的，也只能找你。你有看清楚吗？等一下，他讲解一下，讲解一下，你还没看清楚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你说。我仔细看，我仔细看。你看到，你看到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看到慢的。停。那个我们红包今天谁拿？郭宗佑，郭宗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，自己飞，自己飞，先给我，这不难啦，来我拿着就好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对，这个过关2000块先放在口袋，你看，真的假的？好，过关，然后要让口袋测了，前空翻，对，能做完就2000了，测翻了，好了，挺厉害，挺厉害哈，这个哎，先带起来，先带起来，这其实有点危险性哦，中右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还好。你没有完成，没有完成，虽然挺我还是要监督一下嘛。当然当然。哎，陈博老师可以吗？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我也先看一下距离，预备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翻车。老师，生命线，生命线，生命线，保到位了，保到位了。哎呦，老师1000了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完成这个，对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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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为什么体验呢？是因为我们跟团长致敬啊！是你们这个跑步真的很辛苦，而且小朋友要学一定要找专业老师。是啊，你只会羡慕别人，一定要找专业才不会受伤。对，小时候开始学蛮不错啊，因为人从开始起源一样，就是四肢要动嘛。对，四肢运行也是我们的精华之一。对，大家既然没有办法这样抢奖金，我就想别的方法让大家抢。所以我想了3天3夜啊！你要考他们要弄难一点的，对呀，因为你们是不能完成的。我们就没有。我现在准备拿30000块呢，放在地上，真的。好，他们呢可以夹着钱，后空翻，一个后空翻抓到5000。那是第一次的5000，总共每个人翻2次，第二次他又抓到5000，还有那这个钱1万最多的，有人比赛最多的那个钱就带走了。太难了，哎，你这个画面哇，像在某一部电影你没有看过，很眼熟，就是狗血，看过吗？这是我自创的，这根本是。难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但是翻跟斗的人习惯落地，他习惯是开的，你要并在一起，很难，不容易呢。只有两位能够并在一起，并在一起会不稳。他们5位跑步都可以来抢抢看。5位跑步里面，如果最高额奖金是8000，其他都没有高过，就是那个8000。谁拿最高了？后空翻夹红包，哎，好难。我们换了30000块的现钞，有你。2000的，哎，真的，这真钞，也就是我们的货币就这么多了，2000/1000，铜板没拿出来了，纸钞就这样了。铜板怎么讲？没有，对啊，我说我们全都换，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货币啊，货币就是这些，有1000、2000、500、还有200的，200啊，100的，这样总共30000块。我们每个人从这边开始，钱放在地上之后，钱放在地上，好，乖乖来示范一下，对，来，加油，来，加油。好，要先夹好，哎，自己选好，自己选好，也要夹2000，对，帮乖乖宝，好，来来来，确保一下啊，哎，来哦，哎，一翻，哎，就拿钱，抓到500就500，结果大家都像你，来，第一位参赛者是团长吗？还是你要派谁？我们先派我们的空翻王来，空翻王，谁？一开始就派谁？谁是空翻王？一开始就派最强的哇？什么名？风鸣，风鸣哦，日本来的，你和你，嗨，哦。还空翻王哦，日本来多久了？哎，我都来来回回，来回回。日本名字叫他们的孩子们，还是没点，啊。以为只有在电影里面才看得到，想不到在我们综艺大集合就看到了。预备，拿到才是重点啊！准备了，综艺大集合出次，加红包，加红包，加红包，
啊，千欧啦，他算空，他算空翻王了，哎，夹到1500块，应该这么说，应该这么说，运气好拿到1500了，对对对，他只能拿2张而已嘛，对，我们不一定，是吗？接下来我又放回去，还是3万块，哦，还是放回去，对对对，他的成绩是1500，第二位是谁？来，金浩，空翻了。你好，你厉害吗？几岁？目前24，目前24，那幕后是28吧？对，目前。那他是空翻王，你是什么王？我算空 free 王。我们做动作 free 是 free， 就是我们刚刚在练习做这个。嗯，刚刚教练开始翻。那个叫 free 啊。控是一个手撑空，然后 free 是 precision 精准的意思。哦，对，那个 free 王啦，free 王。空屁王，通常有人在比远度，对对，国外都比远度，对对对对，空屁王的空屁王哈。加油！2000块，2000块，要抓好啊！抓到一张2000就赢刚那个了啦。我觉得没错，不是啊，要起来抓了，一直看也没用啊。空屁王，空屁王，空屁王，假红包，加油！哎呦，加油！哎。15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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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
第二次拿的奖金再加上去，都是你的奖。第三位，我们来，光翻都很难。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名字？什么名字？张凯成。张凯成，有空翻，是大普通人啊，普通人啊，空普王啊，空普，空普，还请教，空普王是干嘛的呀？普通人啊，向我准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拿很多，两千块夹好，哎呦，以为主金，一位，一位。耳戴戴眼镜，耳戴戴眼镜。先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来来帮我们整理一下，好，来来来，看看看，这样多少了？等一下啊，1900，1000呐，1000呐，然后1500嘛，1900，1900再加1000，2900，2900加100，3000，3000，三千再加2000，5000，5000了，再加1000，6000，6000再加500，6500，6600，6700，6800，6900，6900。那你今天开就谁呀啦？他抓7900，第二回随便抓个5000，他就1万2万多。一个人呀，其他也不用比了。普通人，可是这种技巧要抓10000多，真的也佩服他了。厉害，真的厉害，厉害！他讲的学他气到不行哎，为什么？他在后面说，我刚刚练习的时候一次都没抓到，现在又稳了。接下来第四棒，好，大名叫杨俊明，杨俊明也没办法胜过7900，哦，有点挑战哦，有点挑战，对不对？挑战啊，他没办法，他各凭实力的，他是大师兄，普通人，普通人，对，啊，那团长说他现在不参加了啦，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他们团员四位参加嘛，团长因为赢不过了嘛，团长可以吗？你压轴呢，可以，我最后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好了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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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备，这样子好像俊明，俊明来吧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这种技术性也是运气，运气啊！刚刚那个7900也是刚好一把抓，刚好呢。对，我们也喜欢看那画面啊。也许他第二把就没有半毛钱哦，所以大家还有机会哦。有可能第二回合他想抓更多一毛的零，然后第一棒呢就抓回来了。对，有没有？团长来了，不能丢脸哈！团长，团长叫阿信对不对？阿信，小心哦，要拼哦！有夹到哦，是
啊，7900为目标，打很拼哦。来，这个团长就去你。团长换人了，同学们，第二轮开始了。来，不管怎么样，上阵了啊！慧敏，慧敏，好，加油！好，今天对了，好，今天，好，今天，好，今天，好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七千，大家开始刷两张了哦。哦，他每次都加很多。全部紫色的，几乎了，几乎也是这个成绩一定能盖过7900，有一定可以，有机会。是第二次了，对，来我们先数2000，拿的4000，6000，7000，2500，八。1500+8000，他目前现在总分是9700，对，其他还没套两次的，像目前他是第一名啊，对，他是第一名，就这么点，就这么点，赶得过去吗？好几张2000的，有好几张，你因为它本身基础3200嘛，还有机会，机会，对对，慢慢算，哇，一把抓好爽哦，哇，2000。5200了，我有4000，7000，6000，6000+3200已经超过了9200，对，9200，对，1000的，10000，10200，7000，这边7000，加500，7500哦，6000，6000，7000，7000，8000，9000，10000，哎呦，8000啊，10000。观众，他经过翻译两次，目前是 champion。但是陈凯啊，应该随便都过，但是不要学你的老师哦，一把抓都是空的，不用抓太多。你想，你算一算，他是11000嘛，你抓5000就过关了，对，4000、5000过关，对的，抓5张1000就好，你不要抓到5张100啊，小瞧一下，小瞧一下，100要踢掉。来，那个哨子还好，反过来吹。刚第一没有声音，他你看，第二次声音他就有点响亮，有一个准备的时间，加油。最后一次，来喽！停留在军号的11200块，还有两位选手还没参加，他们在领还要再加吗？对，那10000，他们超过10000了，他们超过就惊喜了，对，真的，来请就位，好的，就跟我讲，哇，整把抓了，爽，整把抓了，越多越难抓，预备，好，加油，预备，准备，来喽，哇。小紫砂是蛮漂亮的，蛮漂亮，不需要喷的，因为萤火胜利的这个也彩蛋的感觉，对，纸花，仙女散花，哇，请自己团长已经先开始准备了，来了，来一杯，团长。现在团长策略吗？你有什么策略？我要把它全部集中一次抓完。哦，一次抓完了，全部干掉，抓一半就15000了，不用全部抓了，预备。真的嘞，全部30000嘛？用说的其实蛮简单的，你要过关不得了了，我跟你讲，抓在网络上会爆红，真的，这个逆转，全抓了，哎，不得了，那个。
武侠二就找你去拍了啦。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好。这个冠军已经出炉了嘛？对，今天我们来到是云林斗六，我们特别请到云林的大家长、云林县长张立善，欢迎。县长好，县长好。还有文化观光处处长陈碧君，陈处长好。来，县长又再次见面，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。谢谢我们综艺大集合，我们瓜哥带了所有的好朋友来到云林县。那尤其是来到我们红蚂蚁生态世界哈，那我们呢在这里用一个热情哈欢迎大家来到云林县。那同时呢，云林人特别重人情味，也特别的热情。那我们呢暑假这两个月，我们有活动很多，还有很多好康啊。我们文管处陈碧君陈处长哈，我们告诉大家漫游云林500，我告赞。嗯，来处长，来处长讲一下，跟全国的朋友讲一下，来到云林呢，现在正兴观光，所以呢，云林呢。推出500，我告赞，但首先呢，先拿出你的手机，把这个漫游云林的 APP 下载。下载之后呢，到你可以扫起来。好，开始了，就是说第一个是百万名车可以开回去，名车，然后还有 iPhone、iPad， 还有 Google， 这个是我们去年哦，就是上半年哦，创造15亿的这个观光的营销。继续，大家来消费，对，百万消费券跟住宿券是，好，这个也是下载之后，然后有一个哦，就是一个互动的规则这样子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百万自驾游，我们鼓励有所有的全国朋友、年轻朋友们可以来云林，然后开这个环保自驾车，那这个会补助800到1000哦。那另外就是团，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就是那个团体的这个补助，好，中央是补助2万到3万，云林再加码2万。百万的安心旅游有4个游程，从7月份、8月份开始就有，就是类毕离，很多毕业生都没办法去那毕业旅行。对对对。对，那第二个是类蜜离，就是新婚的朋友来云林就可以很浪漫。对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行啊来哦，与神同行哈，云林有很多宫庙，所以我们有这个与神同行的游程。那最后一个是云林的行啊来都非常的热情，所以要邀请大家来。这个行啊来喝去头，好，那全部呢，如果加起来哦，就是搭配国旅哦，最高可以到2850。哇，就甘心了，就甘心了。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吗？请讲啊。我们办首届的农业设计展，大家知道云林县是农业大县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透过农业的创新，还有地方创生，我们让大家对于传统的农业有一种跳脱感。那农业加上工业加上艺术文化，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将农业设计啊，经过这样的一个设计介绍给大家，是，让大家啊有不一样的这个想法，那展现不一样的风貌。对，所以我们是在7月30到8月14号办，我们后续还有啊台湾咖啡节，还有台湾偶戏节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布袋戏的故乡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届的这个偶戏节，那还有我们有非常棒的一个活动，我们邓丽君呢是云林的女儿。所以我们9月9号要浮空投影哦，要把邓丽君找回来。上看到那个邓丽君重现啊，对对对，重温她的歌声。是是是，云林今天做最好康的啦。这是要加码的，这个是云享。哎，这个是我们零售肉精啊，完全都是没有瘦肉精的这个肉松啊，还有我们云林县有很多的这些猪肉的加工产品，你都可以安心的吃，放心的吃，绝对保证安全健康。好，谢谢谢谢，这样送给大家，送给大家，送给网友们了啊。对对对，送了这么多好康，你看有这么多个百万。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大概今天来云林来。简简单讲，因为我们这个大集合最近呢，跟云林这个这几个月哦，跟云林非常有缘的。上次我们县长也是有公务在身，把奖金留下来走。这次没有，这次你亲自颁完，好不好？可以把奖金留下来给你。没有一样，你现在就颁完了。因为刚刚就有人拿了11200，来来，请出列，拿一万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这边还有1200嘛？来1200就加 Q， 我已经请你啊，马先生，先把真钞拿下。这边来，县长讲，县长讲，来。
暑假期间，全家大小来云林玩透透，又能抽大奖，真的是幸福好运到！还有好多云林的旅游好康，欢迎有空可以上网查询哦。哎，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，你看你可以看到，哎呦，云林的市区啊，视野真的好。刚刚一开始开场的时候讲到云林这个农业大镇嘛，是这个平原，你看，对，我们现在进行马到成功的进阶版。所谓进阶版就是前面摆十颗气球呢，上去破最少的两位啊，哎，先淘汰。好，因为淘汰赛的第一 round 两位，进阶5000、10000这样。哦，还有资格来拿奖金。对对对对，那欢迎第一位，好来，先生奖金。加油！大名是。李日凯，李日凯，日凯穿这个颜色是哪个团队啊？湖北柔道馆，柔道，柔道，这些都是柔道的小朋友啊。对，好，这是教练吗？对，来教练，哇，这柔道好像从小就开始学了，你看。那应该教练来玩这个，那个气球可能下去十个都破了。可以，但是教练要先跳得过。教练，好，你单位是？台中体操研究室，体操研究室，体操队的啦，体操队的，体操队的那一队的。我在台中体操研究室是牛奶教练，牛奶教练，叫牛奶，你叫牛奶啊，好可爱哦。不是不是，我有本名，但是叫本名我姓巩，巩巩牛奶，名字是博文，博文，巩文，博文呐，博文呐，大名是是杨俊明，杨俊明，俊明刚刚刚刚大师兄，你也是吗？军号，对，军号已经拿了奖金了，还要来。要玩这个要有本事啊！啊，就四个，哎，今天这个加入四个蛮强的。对啊，强哎！五羊，那我们一人来啊！五羊，你的弹跳力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啦。对对对，巴西人是这样跳来跳去的。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吧。哎，大飞啊！哎，Ready, I'm ready. 你的伤都好了吧？我的伤还上次拿便当摔在高铁。还好啊，还没好，还没好。你笑个什么？笑的这样？但是我觉得。气球好像有一天我们在赶高铁，对，他好心，所有女生呢拿了便当，你也在吗？对，他是为了要捡一个在地上的雨伞，然后就跑过去，很帅的要这样捡起来，往里面冲，结果他大扑街。那重点是捡到那个雨伞的那个主人说啊，这个雨伞是我不要的。原本想要丢掉，但是他们懒得跑去那个丢垃圾桶，他就想说放在地上。你好心，以后帮他捡。对，哦，用的我这样子浑身伤，然后又糗。哦，没有，不，你旧伤好了没了？我旧伤还没好呢。那你先休息啊。继续 OK 吗？这边用，这边又不是对啊 OK 了，因为这钱不多，只有5000-10000的，可以吗？5000-10000，也够了，也够了。你是伤兵嘛？哦，又为了我们拿便当救雨伞，对不对？安排第六棒，好，第六棒要走了，要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不好？来，要淘汰两位啊，请就。好。哎，第一位是日凯柔道队的，哎，预备。哎，有拳击都有机会了。这个厉害啊！哎，这里面学生，对吧？我就说嘛，他都八颗，他来一定全破嘛，对，全部破，软垫都破，我也软垫，不是我怕那个铁板也破，八颗就一定第一名，一定晋级了啦，一定晋级了，稳健的，稳健的，你先去找个地方纳凉一下，这个还蛮久的啊，好，你休息，你准备第二关5000块的，来来，哇，这日凯太厉害了啦，八颗哎，取得好成绩，刚刚。对，好来，来第二位，第二位准备了。第二位同学，这种体型，我觉得六颗最多吧。哎，要尽一点力量哈。反正呢，只淘汰两个嘛。没有他能弹很高啊。对呀。对对对，他只要赢大飞就好了啊哈，赢那个前四名都可以嘛。一颗而已吧。来一杯，博文哦。七颗很厉害的，啊，还有七颗，哎，七颗不错，厉害厉害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哇，那也厉害了，七颗也一定晋级了，七颗晋级了啦，来，有成绩都几乎有了啦，就是飞的技术差不多，跟体型没有柔道的小一号就少一颗，少一颗少一颗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真的。
你看秀秀也是瘦的，这个大哥了，这个瘦的高哥，弱不禁风的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我看好大师兄表现，因为他刚刚挂蛋，他刚刚一毛钱都没有，空翻网啊，哎呦，他就是飞高一点，但最多也五颗了哈。第三棒呢是俊明啊，俊明是跑酷的哦，对，技术错误的果然没有猜错，他跑酷的很厉害，六颗 ，OK， 应该也会有机会晋级的，八七六，所以八的一定晋级了嘛？对啊，接下来是第四棒啊，君浩，刚刚拿10000多块的，好，我在猜他大概也六颗吧，他应该也六颗，我觉得大概八颗，不会六颗，差不多，走 ，Go， 好，来看看他的落地怎么样。因为他跑酷的，而且他非常笔直，像飞像飞鼠，像我们在玩的那个超人那样，对，像飞鼠这样。哎呦，很漂亮哎！面积完全有滞留，对，空中的滞空，很多空间去看球。刚刚拿10000多，现在要破九颗，家里面你应该是蛮缺钱的。他这样比较一家子，一家子吃住吃住。他刚刚拿9000啊，10000多，这个又拿10000就20000多。哇，就下午带3个小时拿20000，还蛮划算的。那以后我们录影他都固定出现，糟糕了。有本事欢迎他来啊！哦，你有本事就跟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大家叫做君浩，君浩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高哥，他们两个想放弃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的策略是这样子，你看九之后，对，十，然后再十，十。我跟你讲，现在确定呢过关的是日凯啊，对，还有君浩，君浩，君浩这两个，所以博文7颗6颗，俊明很危险，还在危险当中哦，真的危险喽。接下来我再猜，我们来猜他几颗。五羊应该也有6颗，7、8颗，6颗，7颗了，7颗，6颗，7颗，七颗，七颗，七颗了。我赌8，还蛮大。如果你猜7个也没猜中，我也没猜中，怎么样？我们就平手嘛。对啊，如果你7个猜中，输赢怎么样嘛？打6颗的。好，我们猜中就打6颗的。对。哎，7颗啊，6颗是谁？6颗我啊。哦，你6颗。好啊，你几？你说我们两个而已吗？他们吧。我们派他们出来打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把你们自己的数字比好了。你几颗？7颗。你们都猜7颗。6颗。你这摆明要打我。我有同伴了。6颗。两个六。好 ，OK 啊，你就不用猜了，你就负责打人的吧。啊，预备。来，不要这样。没有6、7颗就没输赢。就没有。7颗。预备。7颗。老鹰哎，然后呢？没有老鹰啊哈。什么？不是啊，大师很漂亮嘛。神雕侠侣，老鹰。7颗。我们赌的没输赢嘛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你8颗也晋级，那没事。也就是现在留下俊明，俊明在危险中，对，没有了，俊明博文啊，博文俊明啊，博文其实还蛮危险的，因为如果大飞如果也8颗的话，当然博文俊明都没有了。所以博文俊明危险，俊明应该是淘汰了，俊明一定淘汰，俊明已经淘汰了，俊明一定淘汰，博文在边缘中。对，那我大飞猜没？我猜他5颗。啊，我也想要猜5颗，你们有没有想要猜4的？有没有？4颗。6颗，4颗6颗，我3颗，不要，我也觉得5颗，我都没有，表态一下 ，OK 吧，8颗，如果不在这范围就没输赢了，不要，大家不要哦，不要偷改哦，我去，好了，大家记得，5颗，大飞，啊，走着瞧吧，啊，没有，不是打你，是打那个猜错的，啊，有人下3颗的啦，对，如果他没有猜中，他打我们喽，我们还5颗的哦，啊，你如果6颗。低于5颗是打不到我们哦。当然。好，雷贝。大飞，中间很重，大飞。没人猜。8颗。没有猜8颗。我帮他，猜8颗吗？明显8颗。他猜了。刚刚
翔哥说中不中？你表态一下。好，八颗。你八颗是吧？好，来来，不是，我们先处理这边。哎呦，有八颗哎，厉害哎，你是过关的呢。厉害。我们小乔宁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那个刚刚有两个淘汰的是俊明跟博文的，请出列，请出列。哇，你们两个这么厉害被淘汰，刚刚六颗，我觉得会过，结果是8、8、7、6、9、8、8，两个被淘汰，是啊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两位。好，过关的有日凯、大飞、君浩跟五羊。那刚刚我们大家都猜5颗、4颗、3颗嘛？对，你是8颗，8、9、8、8。我们请站过来好吗？好，站过来一点。我现在要怎么样？他是处罚手，你选一个被处罚的。啊，这个选一个，选一个，选一个。哎呦，你好好选啊！先是这个算，选一个，有哪几个？有这些全部可以选啊！谁叫你要选中？赶快，你赶快选一个啊！瓜哥，哇，你这。没讲完，慢慢好好讲吧。选谁不知道？得罪人家选谁不知道？选一个嘛。选一个啦，20。好，那我选子弟，子弟，子弟，子弟。有椅子吗？子弟，这是子弟，子弟，这是好事。坐在那吹电风扇的哈。对对对，等龙，等龙哎。我们现在是坐在那边吹电风扇。你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羡慕哦，感谢，感谢。我要讲一下，现在。差不多是40度，是接触到，因为体感温度，我们汗一直流，所以选出来是吹电风扇。哇，来来。请就定位，来请。不好意思啊，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，好来，不好意思，收下音好不好？收杯。来。我自己收音，我知道，不是，如果温柔一点，他会说我要被打，对，他要被打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听声音，听声音，记者联访，记者联访，联访，联访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有卫生纸吗？那脸油油的，会滑，会滑，哎，好累哦，你自己擦一下，自己擦一下。那我可以垫着吗？这样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你如果垫着的话，不会出现那个彩虹，那个彩虹就没有了。加点加，哎，直接点加。现在打完会出现彩虹吗？哈哈哈哈哈。擦一下，可以了吗？好来，准备好了吗？财运到，财运到。哎，你的手要离开一只手了，哎，你不要怕了，哎。还要呢？不要，不要挡脸嘛。来一边，来了哈，手不要上去哦，上去再打一次哦。抓他的头，抓他的头。旁边的那个跑酷的说：“我以为是后置税了。”继续跑，他刚刚听说县长是他的亲戚。没有，我说你这样不会挑吗？又顺便挑个棒的嘛。来，好，现在进阶版挑战第二个阶段，四个晋级挑战5000块奖金。说真的，说真的会痛，说真的会痛吗？他这边都肿起来了，我觉得我明天会淤青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有看到彩虹吗？他看到金星，他已经彩虹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们都不太会，所以才叫我打的。我刚好我会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接下来呢，光哥这边5000，好，上去就5000嘛，可以补考一次，好，补考一次，可以一次，摔下就没有了好了，预备，哇，这个重量重磅重磅，刚刚的重量是压气球好，现在反而要轻巧，现在变负担了啊，预备，看起来好热了，够，好，你要轻轻有力哦。哎，以我这样看，刚刚淘汰那两位是对的，因为那两位如果过关，这关对他们来讲是过关，对，反而老天安排这个过关就难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省钱的意思？啊，没有啦，因为后面还有个跑酷的，这边对，哎，他拿10000多块，10000的，你也不要小瞧了大飞。
大飞，大飞现在有能力，他就是有能力。那你现在知道错在哪里吗？重心在前面。对，你刚刚落下来其实蛮稳的，但是你重量太重，前倾就倒了。一上去就准备要抓平衡了。还好，你还有一次补考。对，还有一次。来，接下来第二号，这样。哎呦，俊浩来了，告诉我，奖金猎人啊，俊浩来了，一位。一定要稳的啦，要稳，因为他就是跑酷的嘛，一落地都要稳啊。对。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五千块？有没有五千块？太过头了！他完全用跑步的方式在跑，因为跑步过去不是停留啊，借力他借力，跑步过去是要跑嘛，对，不是停留，他要蹭蹭，对，又是一个翻滚。所以你现在跳是没错，但不要蹭了，哎，有点跳太远了，应该是错。哎，你们跑步如果曾经啊，那个比如说前面那一块你要跳过去的，它是不稳的，有没有曾经这种挑战过？有，我们会训练说，就是在可能脚上涂油啊之类的。涂油？对，因为我们要训练，可能不只是可能表演而已，我们主要是实用。所以今天如果发生危险的时候，你不能确保它是安全，因为它跑的地形它没有办法掌握。对对。有的地的是因为下过雨之后有轻滑，它会很滑，那个很严重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训练真的危急的时候。所以你现在要拿出来了，像猫一样。OK， 没问题，掉猫票，从此破土。好，来，请就位，第三位了，第三位，好，五羊第一次的挑战，加油加油，十项全能，五羊，巴西能多能跳哈，巴西狗类哦，能咬能咬。现在变 BBQ 了，对，我落地了，我落地了 ，OK， 你看机会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有补考，还有补考，有补考，有补考，是，对对对，大飞，你过关就五千了哈，你直接拉双的耶，对啊，对，你才过不了，这一拖你耶哦，对，走着瞧吧，对，来喽，小背一下，小背一下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学会防滑了，是。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少了便当，是不是少带便当？你是不是拿便当？要有雨伞带，要有雨伞。那先放一个。为什么侧躺？因为我下去的时候脚就不稳了。哦。而且他那个碗比我想象中的还歪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嘴唇那么白啊？你不会是因为太用力了？太热，太热，太热，跟防晒差太多了。修正一下，修正一下，再修正，修正。OK， 第二轮了哈。没有，我要淘汰，这五千块就没有人拿了。对对对。来，稳住哦。记住哦，重点是那个郭忠远，请跟他讲，大家是要落这样啊。主要就是要往高处跳，不要往前跳。刚刚最标准是三号跑酷，但是跑酷它是冲了，跑酷还是有一点冲，还是要再高一点。它的高度是可以，但是往前冲，垂直下来最好。OK， 来第一位来哦，补考日凯，预备，加油！好，这位龙道选手，究竟能不能上网攻？可以可以。太重，日凯，你落下的太重了，因为毕竟学柔道的还是以重为主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谢谢日凯，谢谢。第二棒是有机会，对，奖金王，奖金王，像猫啊，对 ，like a cat， 重，来，有机会，加油，加油，往上加，可以成功吗？可以成功吗？三秒钟，看那边，耶！哎呀，今天真的是走的，他刚刚就是冲，是不是？撞，哎，太厉害了！你如果这个能过，一万也应该能过了。对，这个技巧完全是会跑酷，真的真的，攀岩还不行，要跑酷。当然了，每天在跳，那轻巧的啊，啊，好厉害，下肢跟像猫一样，对，是比郭忠佑还厉害的。你等一下，郭忠佑还厉害。等一下，准备挑战那一万块。对 ，OK， 好。再看五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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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西狗类，巴西巴西，恭喜恭喜，分享分享，有有有有，又来了，完全不是往前跳，来了，
只要不是高空落点都会倒了哈。大飞要给你难看。谢谢武阳，谢谢武阳淘汰。换大飞，最后一棒。他是上来啊？哎，不让你哦。加油！算了算了，你要让什么？黑马，因为雨伞，你没有雨伞。捡雨伞的大飞，金角金鸡的，金鸡卡。金角金鸡的，金鸡卡。是军号嘛？哎，对对对，两个都过关了。刚不小心把跑酷的那个能力拿出来。哦，哇！现在一个人话都要赢哦。你们刚刚有人刺激他吗？拿便当啊，拿雨伞，那就过了。对啊，你有朋友话对武阳讲，你刚赢了他。武阳，还是回巴西吧。我们还是需要他了，还是需要他。有些关卡，我们某些要拖的、要跳的，还是要少一点的。好，两个人5000块，目前来看的话是均分2500。没有挑战10000了，这现在挑战10000，是由你们两个进阶到最后挑战10000块奖金。好，第三关观众呢难在哪里呢？观众要讲一下呢。它的那个底部的面积更小了，对，上面变大，会更晃，更晃，会更晃。刚刚第二个碗是下面大，上面比较大，比较圆一点。刚刚比较圆体，这个比较锥体啊，对，所以会比较难。但这个是比较重的锥，所以也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。可是对军号来没差，它落地是这样的嘛？对，来加油哦！好，也是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挑战10000块奖金，马到成功进阶版10000，军号加油！第一次的挑战，林老师一跳，跟掉了，林老师一跳，跟掉了，差一点呢，很难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所以落地就要平衡了。自己讲一下那个感觉怎么样？还是一样太大力，太往前了，有太大力啊。对，要是没有用猫。对，他这个碗的底下的力量，他要刚好在中心点。对，可是他落前落后都会倒。对，都危险。并不是他方式错，他落错地方了。好，来，好，大飞，大飞精彩了。大飞，你想象你插2只雨伞，一次绝杀，绝杀口斗，你真的。你真的过了，你要挑谁被打都 OK 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挑吗？对，哇，包含主持人，那赶快挑你哦。我被打也心甘情愿。哎呦，绝杀绝杀一次过，绝杀了。好，大飞有没有可能一次过呢？这七跳都落黑，犯规了。这七跳都落黑，犯规了。还跳2次，两次运球啊！二运失误，没有，失误那就算错了。失误，来先回去吧。好，失误。OK， 这个游戏真的很难啊，难，因为它不是直接跳上去，它是要透过那个板子，你还要撑一下，用手在控制距离的，要飞又要落哈。对，来加油！这个就是你最后一次的起跳，像猫猫猫，有没有机会带着这次起跳拿到奖金10000块？赶3点多的高铁，有一点，把10000拿走哎！我跟你讲，我要大飞来，松懈了，哇！我跟你讲哦，我们这个没有限时间，所以你上去要先求稳再站起来。他刚刚不知道在赶什么，他可能想赶那个欢呼声呢，啊，好开心，对，没关系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你如果争不过，我还再会给你机会。哦，来，那你如果过了，他就可能没有了。好，预备，大飞看你哦，睡的睡的睡的。好，大飞刚刚犯规之后，第二次修正了一下，踩到前缘，踩到前缘磨到吧，第二次修正了一下，踩到前缘，踩到前缘磨到吧。你怎么会摔得那么蠢呢？跳得太轻了，跳到前缘。对，我跳到前缘。磨到下去是磨到。对，下去磨到。哎，是。刚刚画面很滑稽，他是踩那个碗边边。对啊，完全没有上碗。对，完全没有哎，踩在边边啊，而且用脸去刮那个碗。对，很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人家会做那么帅。如果像你这样，我就不敢跳第三次，会受伤吗？我是敢跳了，真的。如果有第三次，我可以再跳一次。因为他可惜嘛，我们再开放给你们最后一次啊。大飞可以，大飞可以。因为你上的漂亮，所以我开放一次给你。好，谢谢。所以你本来
本来只有5000块，你们俩均分嘛。对，你过了是10000块哦。好，来，请坐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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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会过的，不没有时间考量，慢慢起来好不好？享受那个成功的过程，慢慢来。一位，最后是啊。好，他是最后，花哥再给他第三次跳的机会，有了。是，他是个能过的，他可以。他只是刚刚年轻人很急，要享受那个掌声嘛，就站得很快。你跟光哥说你说什么？反正我觉得算了哦，我就算了。他刚刚起来的时候其实也有抖一下哦，但是这一次就有谨慎一点。会不会快啊？有有有，因为我跟你讲不是算时间的嘛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是运动员，我再一次。要，我们要有这个精神。可是你先没有了，只要是有要。来来，最后一次。不是，这本来就是你的权利啊，你本来可以过来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真的吗？来，大飞来背一下，背一下，背一下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到底能不能均分这10000块，还是10000块被人家独拿？大飞那下跑了。摔的用力了，真的漂亮，是啊是啊是啊，这个真要勇气，漂亮，对不对？多干将多干将，哇，可以，那个这个黄色的那个视觉感跟刚刚上一个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不一样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是是是是，那你已经过关就10000块了嘛？对，好，接下来请到红蚂蚁生态世界的园长，齐哥好。很早要跟你的粉丝们见面了，对啊，广播节目里面这边也很漂亮啊，对啊，很作数也另外料，漂亮花了，对啊，这个平台云林市区的哈，对对对，哎，那还有什么补充吗？那个大家月娇姐赞助10000块红包，月娇姐啊，这个谢谢，谢谢盖小啊，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，这个是叶黄素啊，叶黄素，这是红景天。那你怎么知道红景天？红景天，这个是叶黄素，因为绿色的。这个是珍珠盖，珍珠盖，对，真的送给网友的哈。对对对对，感谢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颁给这位同学，厉害厉害，今天这个健康视频要送给观众朋友，奖金有10000块，由齐哥颁给你，这位已经拿到。叶娇姐，叶娇姐赞助的啊，叶娇姐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个君浩的已经拿20000多块了，太好了吧！是是，谢谢齐哥，谢谢，谢谢，来继续送进我啊！接下来我们来玩圆圆圈圈男子版，挑战者往上跳，抓住空中3个大环，拿到终点彩球秒数最短者获胜。哇，现在天气凉爽了，我们进行圆圆圈圈呐，这是男生的极限版，高难度高，因为我们节目的强度够嘛，是，对，我们现在每一个单元都非常强了，没有体力根本不能在那边混了，对，是，光站就会哈，很累了，就是刚刚在铁皮屋上面，我们像烘烤一样，对呀，今天圆圆圈圈，我们欢迎的是观众朋友参加，好，欢迎，来，欢迎各位，哇，带领好。这个观众太体贴了，知道我们很辛苦啊，是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哎，现在食物最珍贵了，对对对。哎，请问您是？我是云林青龙，这个是云林所产出的农产品，哎，有些盛产香瓜，对，美容瓜，对，美容，对，然后这小玉米。红须玉米薯，玉米薯，这个甜哦，这个可以生吃。这个呢，煮汤呢，是不是？对对，那个泡茶，煮水了，煮水还可以泡茶，可以消水肿。对，它这个都是有机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小白菜。对对对，它这个是也是有机的。哦，段木菇跟那个猴头菇。猴头菇。哎，你怎么？你是真的种那么多还是？我是。结合大家，对，帮助小农，哎，也不是，大家都是朋友，然后因为农业大家就是都在一起，是是，农业大镇嘛，对对对，像这个是有机这一个种植的人不简单哦，这个是全国模范农民哦，是全台湾有10个，啊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你说猴头，这个都有机的，这个1斤哦要2500。谢谢谢谢，哇，这一管大概怎么好意思呢？这个花那个，我先拿，我先帮你拿，我先帮你拿。这炖鸡汤啊，麻油鸡，他有交给米其林。哇，谢谢了，谢谢，我们要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收下来。您大名叫？我叫廖盈宇。廖盈宇啊？对对。你是来介绍这个，还是在玩游戏？玩游戏啊。哦。身为农民。OK， 农民的身强体壮啊。可以啊。来，这位同学呢？你好，宝哥，我是红。再说那个口罩，口罩拿下一个。没事。对。
这个很规矩哦，你看我晒到横的出来。我刚刚以为是特效哎。所以你在下午陪我们录影录很久了。好辛苦。对，那是一天完成的吗？没有，好几天的。对。哎，你晒的真的有痕迹哎，你不戴口罩，人家也不会追究你，因为人有戴口罩。那你平常是做什么的？你都一直戴。宪兵哦。不是啊，学生啊，任性嘛。就骑脚踏车去学校，骑啦啦队的。啦啦队吗？对的啦。对啦队。你是啦。也是拉拉，你看得到吗？可以。你的眼睛好像近视很深的。哦，戴隐形眼镜。哦，知道啊。哎，你好，大名叫做红云啊，红云，我们的忠实农民哈，就我们拉拉队，这个是跑。我是体操选手，体操选手啊，你可以倒立吗？那真的，随时随地配。他马上来，体操选手，这个不能糊弄的。怎么长得很像牛奶啊？这个走倒立。哦。哇，厉害，然后 OK 可以下来，不要浪费体力的话，我只是考验说体操是不是真的。对。你从小开始练的吧？国中开始练。一定要啊！那你最厉害是什么？鞍马还是？擅长的。项目是地板项目，地板动作了，不是环上动作。对，看我们这么瘦小，应该哦。但是他们玩的环也没有那么大一个了，哎，太大。地板动作好像那个俄罗斯那个也叫地板动作，也是啊，什么球有球的，还有什么跑的，那是立体操，不一样，他们是属于机械体操，就是地板的体操，是竞技体操，竞技体操。你是那个地板都有弹力嘛？对，翻蹦蹦的。那我跳马的话，鞍马，还有翻，还有一个地板，是地板动作，毽子空翻什么的，啊，毽子后空翻，是。哎，这位是，哎呀。柔道队叫什么名字？叫王思耀。王思耀。思耀。好，这个有四个的，对，还有一个。大哥，你上次来就已经拿走奖金不是吗？啊，现在一去就板块移动了。哦，上次是板块移动。板块移动。但是我今天看他是不行啊。今天的对手很强啊。对，没有人帮你了。上次还有陈逸婷啊。还有女生帮忙，现在都是男生靠自己了。因为上次率太高了。对，马上被人家认出来的。对。哎呦，上次手到被他说老兄，你45岁。哦，真的。对。哎呦，效益这么高。我们节目反应很大。对呀，我也是这样。哎，老兄，你看起来像30几岁啊。你想太多了。他是说，那你通常看到你不会说你30几岁，通常跟你说哦，啊你点心都不会叫大哥。我最近瘦了，瘦到不成人形。那时候你瘦了。对。然后呢，五位对不对？对。五位。叫我们一位男艺人。我来。你要今天跟我讲，厉害。我今天第3天了，我是当一个花瓶。嗯。哦，所以这一次一定要让我好好表现，好好表现。对。可以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已经准备好。那你就第一棒来啊！你都插粉了，对不对？来了，第一棒 OK。六位挑战者由艺人武阳担任先发，接下来要再由5位观众上场。圆圆圈圈强力版啊，第一位武阳，因为他已经粉都擦好了嘛。OK， 那立下一个好成绩，让后面有压力啊。加油，预备，加油！好，武阳一个翻转，他用脚直接勾，直接勾二环就这样。等等，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很多人呢，楼起楼垮了，对，就是很厉害的，很厉害。突然这几个月我们不用了，对嘛？这是有点在讲谁的？这么有点在讲谁？有点在讲谁吗？你别忘了，以前像 Terry 是年轻有为，那个时候年少有为啊。现在他现在有一搭没一搭，不是他还在练哦，还是继续他的健身教练哦。但我没有资格去讲这件事，但是我觉得他也蛮厉害的。我跟以往来看的话，你到第二环已经。时间拖很久了，对，这我今天怪怪的，好奇怪，怪，这边一直转，不知道在转干嘛。以前都是十秒，对，我不太懂，你都还没介绍你，为什么粉都磨好了？对嘛，奇怪。我跟你讲，失败就是失败，他没有成绩的，而且他是艺人啊。对，那现在观众的暗爽在心里。第二棒呢？第二棒是这位口罩哥，哇，他真的成型了耶，口罩哥挑战很不错。对，哎，这样是不是像戴一个另外一种口罩，会有嘴巴的？对，上行口罩，有一种嘴巴吗？你会认为他没戴？真的，所以你把口罩拿下来好不好？好。对。他后来晒出很
很近，加油啊！都要在一样位置，加油！没事，这本来就很难呐、啊。是，因为又叫难，哎，演五羊都失败，这个有一点难度了。口罩就比较有用了。哎，谢谢两个都没成绩啊，哇，暗爽，暗爽在心啊。面试到台面的，柔道的，开心，柔道的。我在这边正式宣布，没有第二名奖金了，没有奖金了。四个我都不扣款了，上两个掉两个。对啊，接下来第三个再掉，我跟你讲，冠军只有4000块。加油啊！不要掉了哈！加油！他苦笑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紧张了啦！紧张了！不会就是掉吧？李贝，第三位同学叫石耀。李贝，加油！好，来，投到这个石耀。怎么的？加油！好，石耀，怎么上？怎么上去？怎么上？硬哥，加油！这下有机会了。好了，二三位，现在都是连着在一起转，转，转，可以上。对，这个厉害，通常都是一勾二，他是一二完就勾三呢。他最后坐在那边拿，好像突然有个画面，观音坐在那边。对，观音坐，轻轻松松拿那个。有个圆啊，月圆这样坐在那边。好端庄哦，而且他坐好在哪？对，庄严呐，庄严，庄严。第二个，因为前面两个都没成绩，他慢慢来啊，你别忘了后面。几秒？13秒14。哦，一生一世啊，一生一世。好，目前呢是我们的施耀了，第一名，暂时领先，第四棒，西瓜哥，西瓜哥，西瓜哥，银鱼哥，西瓜哥来加油！这太太是太太吗？这是太太吗？还是？不是，他是我们的团长。哦，团长是带我们唱一首属于农民的歌，《乐天派》。哦，加油的啊！来，加油，西瓜哥加油！预备，恭喜！啊，等一下，开始了，听少音，听少音，还在冥想，还在冥想，意向训练，还在不痛 ，B 就要上秒了哦 ，B 就来了，要上秒数哦，要先意向训练一下，好，转上去，加油！属羊嘛，要安慰奖，安慰奖，他完全知道自己要输掉了啦。输在大豆椅，好大地吧？对啦，地平大鸡饼哦，大鸡饼现在第几局？大鸡饼不要变了，报警。然后你再也被输啊，但是有一点被成功。宝，我有一个信念，不要掉下来就好。哦，求稳，对不对？有帅到，太棒了，帅了，今天太帅了，22秒，我们有一个安慰奖了哈，接下来叫博文了。对，还预备，牛奶加倍吗？博文加油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，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他要上的时候还听到红地毯，这要加油，红地毯，这要加油，他掉鞋子，你这也是做效果，在干嘛？你说你是体操，你真的是体操，你是谐星吧？加入。出门先假摔，假摔先转，假摔之后又掉鞋子，掉鞋子，哇，这个不暂停不行啊！不行不行，这个在搞笑吧？对啊，还是因为我刚刚叫你这个倒立，你是体力用尽了。没有吧？没有。如果这样子，怎么当这个体育选手？对呀，而且是广播体操啊。咦？哦，继续啊！应该没有耗到什么体力。你一定要有这种精神啊，好不好？鞋子不要再掉了。预备，来 ，Go Go Go！ 好，博文，这个摆档 ，Go 的。稳的，永不放弃，好友做了一个摆档，做了一下就来到了三环，他的速度慢慢的。
哎呦，抓到！他的速度慢慢的。哎呦，抓到！哎，这个节奏的真的下来过。哎，他下来这样，职业动作，习惯动作。Ending boss。哎，厉害！不是 ，Ending 一定是这样嘛，然后。对啊。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差不多。几秒？10秒97，居然10秒97，真的假的？他没有感觉到他最后第2233就，因为他没有急，所以冠军是他嘛？那现在最后一个，今天的参赛选手到底？最后一个是45岁的马念玄，轻骑马这个马念蜘蛛侠，蜘蛛侠来一倍哦。好，这个第六棒的轻骑大哥，你打开看看你哦，45岁还是有力量，大哥。几秒？几秒？11秒41。我们请人来颁奖一下，来。汉子。啊，对，请。汉子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大家都很厉害啊。没有补充的。没有补充的。很少的。好，给。对。来，那我来颁第一名是你吗？冠军奖金啊？冠军多少？4000呐，因为刚刚掉两个了。掉了。还有就很还好够。够了，4000，好不好？齐哥的小孩，齐哥的儿子啊，对，公子啊，齐儿子，齐儿子。那还有我们刚刚的大哥，刷哥，给他2000呐，2000，鼓励一下，可以。加油，我们大哥。哎呀，这个本来也是这个你自己搬的，你自己搬的。你敢攻击？哎，摔点，我剩下都给你。哇！谢谢。这比冠军还多，本来我是冠军六，现在掉了两个了嘛，啊，大家非常开心啊，哎，事事圆满了，来继续送幸福哈。这首荆轲，荆轲，荆轲刺秦王，对啊，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，啊，哎，你那下去去过啊？这刚刚时候刚好看了这个故事，哦，你下来了，那我们听你唱，真正是你唱的吗？真的是我唱，来唱一下，唱起来，好，荆轲。好，荆轲来，都投入哎，来叫荆轲再次谢谢，谢谢哥，你说幸福了还？我们园区老板真的是多才多艺，会写歌又会歌唱，他对这个园区也非常用心设计规划，希望能让大家来体验爬万里长城、为出国的感觉哦。有时候出来大自然走一走哈，这感觉啊，对，天气也不错，是，眼睛每天就看山系，还不如看看绿色植物，对，对，保护也很好。对，我们有时上要上坡练心肺，对，这人那叫无用人啊。好，给七哥刚刚在解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是七里香，这个七里香呢，它是种全世界最多的，对，现在10000多棵，真的。七里香它是说开花才会很香，为什么七里？七里外就闻得到，对，对。那花季是？花季就夏天。夏天。现在它第一次开完了，再来的话，它陆陆续续会开好几次。哎，它开到秋末。是。大家都不知道七里香为什么珍贵哈。对。你看哦，来，你会比如说长成这一颗啊，要细心照顾的话，这样一颗要40年了。是，除了花香之外，它有什么珍贵的用处吗？就看它的树形，看它的头部，就像日本人照顾榕树一样。对对对。小盆栽的榕树。这个中国买很多哦，马来西亚、印尼也买很多哦，都华人在买。那你刚刚在忙什么？要修剪吗？我在那个，这个叫截肢，你要不要截肢？我干嘛截？补助啊！你为什么补助啦？啊，这截肢可以，这截肢他没有保险呐，没有保险，过期过期是吧？谁会好好去截肢啊？对，我在截肢啊。你光他进店了哦，他要领那个，为什么要帮他截肢啊？你是电动的还是？那你看这个长得很丑，对不对？我把它变得漂亮一点。来来来，是哦，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变成什么样？
这是错误示范，错误示范。你把它记掉干嘛？这是错误示范，不能用电动的，要用手工。哎，你锯掉它干嘛？来，我要把它弄得漂亮一点。这样不漂亮，你把锯掉就不漂亮。哎，小姐，你真的截肢了。太会耍了。对，截肢。来，把它弄掉干嘛？我们要留漂亮的枝。留漂亮的枝。来，漂亮的枝。来，你用啊。哎，你都砍光了。你都砍光了嘛？对啊。砍光，我们这边有很多颗，没关系的。好，来来来，你不是啊，它是个。它先修完之后，你会觉得当这样长一阵子，它就会变成好看。对，它在三个月就非常漂亮。对对对，你这个剪什么？这个是在最后的修剪，就电剪，还要比较小枝的地方。对，比较小的部分。哦哦，这样剪掉。没有，这个好酷哦。对，这也是电动的。对，这个一要留起来，这是弯的地方。弯的地方，弯的地方要留着。弯的好吗？哎，真的是弯的好，弯的好。他们有专门艺术，反正这个剪完之后，过几个月它长得会比较漂亮。这就是七里香啦。是的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可以借你这个地方。来跑一个游戏，好好好，有没有出金的？一个小时一块钱，好，成交。很好讲，很好讲。这个万里长城，我们就往上跑好了哈。来来，跑上坡，跑上坡，跑上坡。对对对，看到了，奔跑吧，万里长城。哎，瓜哥走在万里长城，想到一个奔跑长城的游戏，让现场艺人观众来挑战。高山现在来跑万里长城了，好，待会呢就志豪这边推砧板，对我推砧板，哦，那你就我去判定输赢，对对，好，你不能参赛，我可以参赛啊，不是我不要你参赛，你不要我参赛，你是主持人，我们先欢迎挑战者来，来来有哪些朋友嘞？是啊，哇，真的很厉害厉害，来中间，跑那边如果比砧板快，直接颁发2000啊。没有，那个是冠不冠军，你个人跑个人业绩嘛。对，拓斗领，听懂吗？有，没问题的。你差不多21岁了，对，差不多刚满21。哇，感觉来就是这样，真的，感觉来是准的。我才19，满20。你是听他讲20？没有没有，我才19到20。啊，你先不要讲啊。18。17。对。虽不中亦不远矣呀，对呀，不能说的话，他26，我猜18，那个太离谱。是，他也不像要猜26的样子啊。没有啦，就是这个他们算是运动健将。你是学健美？体操研究室的。体操研究室。练体操的。所以你是体操队了。壮。对。跑行不行？大胸部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你干嘛举手？只是想认真啊，想跑。我刚刚问他名字是户户还是八八还是七七七七还是后后？结果嘞，芝芝什么芝芝？芝芝不知道，芝芝还要卷舌，芝芝芝芝。我说谁帮你取这么难念的名字？他说这是我本名哦，对不起了。他本名，他爸爸是谁？爸爸取的名字啊？好像是爷爷取的。爷爷。且我以为是骂他爸爸，就骂了爷爷。但是爷爷不在了。芝芝不是这两个字吧？是只有一个吧？中间的字。对嘛？它是一个字变两个字。对。对，像我这个胡瓜嘛，我人叫我小瓜瓜啊，小幼幼。你说你是体操队的？没，不是，我在学他。我说他刚举手，不知道举手。因为他说在健身房体操，然后他这边后面哦，做模做样，是健康投入了，投入了。对啊。我以为他踊跃，难得受我报名，你要报名啊？好啊，也可以啊。好，试试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继续投入哦。芝芝啊，哈，高哥，日进啊，你是体操队的啊？跳拉拉的。跳拉拉队。跳拉拉。我以为他是跑拉拉木的。拉拉木是。外地。对啊，拉拉木是对。有很多那个什么几十公里范围不跑，拉拉木跑啊，很会跑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东西用得到来说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好帮手。对，你跑拉拉木多久了？没有，你要拉拉的，对的，跑拉拉队的，哦，那能跑能跑哈，大名叫品轩，好好，你学生，对，现在在高新民高中高二，高二什么队？柔道队，柔道队，柔道也是要训练。好，今天爬呢，算大家练这个心肺了啊，往上坡爬嘛。我们自己本身艺人没有，庆华要吗？有，庆华 OK 了。自己也在骑脚踏车，我骑脚踏车骑山路那种。有骑到五里，有骑到五里吗？五里，哇，厉害厉害，厉害厉害，耐力。
所有骑脚踏车的目标都是五五零啊，而且我还有爬百岳，如果觉得爬上坡对我来说真的这个心肺 OK OK 还可以，是瓜哥我想参加，因为我现在在人生的过程中遇到这些年轻人，每一个都是我的上坡啊，没有啦，你已经让大家很佩服了，你在这个节目真的没有，就是想要挑战一下往上坡跑跑看，是是是，女生也要，哎老师他要哎，呱呱呱呱，那那抓起来来抓住他也要来来来，不行不行，再打就晕了，他已经他已经够笨了，不然那本来没有举手，被你打完他就举手了，你要跑哎，好好表现，腿那么长对不对？对呀，哎平常做什么运动吗？我以前背体的，背体的，背体的。什么戏？陆上竞技戏。哎呦哎呦，陆克的师妹，强哥有强哥，陆克的学妹，于是达的学妹，于是达的学妹，哦，那厉害哦。接下来几个人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人。我们女生也要报名了。哇哥嘞！想想你们这两个在休息室一直在那边擦玻璃，擦玻璃，这两个应该要抓一个出来了，弹额头是应该要抓一个出来弹额头，对，不是，抓一个出来跑了，阿洛啦，阿洛啦，哎，子婷来跑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阿洛啊，先休息一下，阿洛啊，后面还有游戏的话，阿洛再来了，那这样就八个人呢，那我们女生先跑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有女生先跑，啊，所有女生先站出来，来女生那个。四位女生，三位艺人，跟一位啦啦队选手，谁能比站板先达到终点呢？好，奔跑吧万里长城，第一位就是你了。总共是现在是50公尺。哦，来，预备，跑赢他哦。先走，奔跑吧万里长城。开始了，加油！哎，会，好了，快哦。很精彩了，是啊，很棒哎，完全没力。我们设计它只输一个砧板，大概一两块而已，它不难过，后面根本就白看了。对啊，这女子组算它算脚长的，又北体的。对啊，哇，我觉得女生要拉高了啦，3000啊。芝芝要来了吗？芝芝来了，芝芝3000都没有。来，好，芝芝加油了，芝芝要跑了，好，预备，奔跑吧万里长城。加油加油！到中间都慢了，反正慢起来了。多这个差一点点呢。对，全部都差那一点点呢，真不容易跑赢呢。哇，跑不赢呢，但是很好看啊。哦，是哦。你是差两个砧板啊？不止，差几个？四五个有了。四个，我看这四个。所以全倒的时候他还回不到，还有一段。哦，所以子弟算最厉害的呢。对啊，他跑超快的。所以我把奖金拉3000，三千应该可以。我觉得应该给他开5000都没关系。对，我但是没有啊，芝芝啊哈。芝芝，而且你看他的跟第一棒子弟的腿那个长度大概差了20公分。我脚比较短。哎呦，辛苦啊。没关系，但是有观众啊。还有观众。拉拉的，拉拉的，因为困难度有比较高，我都拉到3000了啦，好不好？加油了啊！加油！学校有参加过几百公尺跑吗？你学校有吗？有没有？他很专业。好了，我不吵你了。好。他讲3000，我以为他在干嘛呢？准备好了。不是，因为看他体型很像运动员了，因为加油！奔跑吧万里长城。板子哎，这个有块哎，这样赢3块板子哎，好厉害啊！是哦，是哦，是哦，厉害啊！平均同学，差不多还有3到4块，4点左右。这个长度是不是精算过？对，如果没有长跑，真的是。对，哎，你很厉害，3000块好累哦。3000块。最累在哪？最累在哪一个阶段？爬坡中间那一段。最高那一段。你看，人最累在那个时候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板子最累也是在中间。对。前面觉得啪，中间就咔。对。对，这是公平的啦。对。他们也真的很能跑，我就刚刚看他体型真的能跑。他从跑的那个万里长城的那个开始，我就觉得他会赢了。哎。就觉得他会赢，因为速度很快。还恭喜有3000块哦，还有颁给你。
紫婷，最后一位，这个紫婷跟那个紫婷差很多，腿的长度差很多。我看可能会板子赢你三四个哦。你来瓜哥，你要让我试试看。哎，对啊，我这样来来。我要预测了，板子赢你三片。三要预测是？要玩预测了吗？要预测。没有了，差不多三四片了。哎，请就位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跑的是五十公尺哦，这个是。挑战自己哦，加油！过关四千啊！过关四千啊！四千，加油！哇！因为我刚刚四千了，因为我刚刚这样看不太可能啊。对了，他应该不可能。因为奔跑吧，万里长征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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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办法了，已经软脚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后继无力，后继无力吗？接近了。平啊！同时到达，挑战要挑战，因为郭宗佑没想到肉眼，哇，我肉眼看不出来，后继无力吗？接近哎，哎，同时好精彩啊！过过过了过了，过谁先压到黄色啦？只听你的，真的哦，对，看回放，这么快。他过吗？身上先压到黄线吗？他的身体刚好压到黄线啊！你是说他的胸部压到黄线？你就赢在，因为板子它是平的。板子平的，对对对，他没有做错误，真的刚好刚好差这样，刚好差这样。哎呀，感谢妈妈！但是这段真的很精彩，对，同时这样啊。你怎么那么会跑？你前面有人扔咖呢？有点扔。你还没跑到板子就扔咖了？对，但是我小时候是田径队的。哎呦，我小。没有诚实与抱歉，扣两千。四千，你刚刚喊四千，好了好了，四千该给就要给了。谢谢瓜哥。女生有跑出了七千，对不对？哎，接下来我们待会再一起搬，好不好？你真的够精彩，来掌声，掌声，不容易。我们这设计太厉害了，太精彩了。接下来男生，你看女生跑五十公尺也绰绰有余，四个过两个。是是是。所以男生要不要拉到八十？不是。好硬哦。我觉得刚刚六十应该也 OK。我们先男生，刚刚的参赛者的男生。男生啊，卞庆华、蓝波老师加上两位同学，谁能在这个艰难的挑战赢得胜利呢？刚刚女生是从五十嘛，现在倒退了哦，倒退到六十哦。多了十公尺，对，但是这上坡你要算进去啊。对啊，好，预备，有点坡度的，坡度就差很多。第一棒，敏俊同学，敏俊哦，预备，努力跑，奔跑吧，万里长城。好，来了，起来了，哇，有速度，有速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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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机会。啊，真的哦，他可能不是他的田径方长项，应该不是用跑步，他的人在上山嘛，因为最主要他是练体操，比较可能少在跑步的这个跑步上面比较没有那么专心，跑步不是专项，很累哈，会吗？很累。刚跑那里中间就已经有点快喘，都喘不过气，上坡的时候受不了，上坡本来就很辛苦，跑那么加速性跟爆一样，前段爆发力是有的，对，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啊，是哦，不好意思啦。来，我们欢迎下一位啊！我们的柔道来了，来庭轩的哈，预备。柔道庭轩的是挑战，还有有机会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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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加油加油努力，啊，后面有点落差了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板呢，差一板，差一板，打！哎，差十公尺这么难呢？差板块啊！他手机帮，手机帮。但是他呢？我会给他一千块安慰奖。安慰安慰一下，因为他距离差一点点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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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他往后跑、往前跑的时候，那个柔道样子都出来了，像要去作战一样。哎，你很精彩，你差，我会颁一个一千块安慰奖给你，哈。好。你差一个板子而已。半个。对，半个。差半个。差不多。差一点点。是。哎，那为什么刚刚紫婷是可以达标？紫婷已经差0.1个了，完全是靠胸部去撞的，完全基本上就是了。一百，这个我们完全是奥林匹克标准。对对对，你有一千块安慰奖啊，来谢谢，来 ，OK， 卞庆华，卞庆华加油，是哦。现在是我们的夏庆华，哎，对，卡庆华，卡庆，卡庆，卞庆华一杯，加油。好，卞庆华提高，大哥不要动他笑。来不及，爱他，爱他，这应该没有，这应该没有。哎呀，半
板啊，半板，半板，啊，半板啊，哎，很精彩，对不对？很精彩，很精彩。那你还是有安慰奖，真的吗？有，因为你们都很认真啊。你看我刚刚那个画面收藏。不是啊，我待会要补1000块，因为你们都同时到，也是差不多半个，输了半板，半板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你只输在你是男性。不是，庆华是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对对对，是啊是啊，蓝波老师，等一下，蓝波老师，来来来，哦，一切总大家年轻人这样跑，蓝波老师，来来来，你年轻人这样跑，我觉得，我要给他鼓励4000，哎呦，过的话，过的话，你看了。如果是差不多这样，我们还是有安慰奖。是，好，因为我们没看过你跑步是什么样子。对，我有自己。因为平常都是拼那些技巧。他手腕也是。外野，外野手。那换你很厉害。而且腿啊，第一棒，第一棒一样快。所以就要速度快，防守换回大嘛。但是因为看一下我们的阵容，其实我好像也就是第一棒。好了，请就位。好，谢谢蓝波老师啊，他的以他年纪都跑到我们4000块了哈。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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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起来！回放，要回放，看挑战。你看到很多教练都是啊。对对对，要看挑战，看挑战。挑战一下。挑战一下 ，Monitor Monitor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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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注意，接进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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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啊！啊，这是看的。一万！恭喜恭喜！他这是看着回放的速度，怎么比刚刚还快很多？对啊。你看为什么速度可以跑那么快？对呀，4000块的诱惑，对啊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好厉害哦！他真的好厉害！帅帅一个，他是不是啊？欢呼啦！帅帅！哎呀，真感谢两位，好感动，好感动哦，真的好感动，感动。怎么会？平常有在维持啊？维持在运动。没有，我觉得是这过程中其实是。你我觉得很特别，就是你一度其实在一半会想放弃，因为他已经看到已经倒一半了。我刚刚讲了，对，他最难的地方也是板子最难的地方，对，中间那一段，不要，他会掉。掉板子也在慢，那个都是人体在跑的是最累的时候，是，对，因为板子都受不了，更何况是。因为我后来在跑的时候，我就给自己干说，不要看板子，做到自己可以做就不会放弃。对呀，不要看板子，不要看板子，冲冲冲冲，板子影响自己。是，那我们应该要颁奖鼓励他们了。女生也是一样，我们启哥，啊，启哥来来来，谢谢启哥了。那我们个女生刚刚是品轩嘛，啊，品轩啊，来，这3000来最后一个，来3000，来3000嘛。对，很厉害哈！我们这边抽选时间，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子婷嘛，子婷啊，子婷过来，4000，赢这么一点点啊，赢这么一点点。刚刚是靠着他的身材去压线，这都市的这个朋友花1000，啊，谢谢。这女生都颁完了嘛？对，刚刚男生的安慰奖那个来，那个你这几前后，晴轩，是晴轩，哎，来请鼓励一下，是哦，还有一个刚刚是变性华也值得鼓励一下。姓卡的，姓卡，变变，是不是？叫姓王，谢谢，来马先生，好来，最后的蓝波老师，几个都发了一个，我们再加挺力三个支持，谢谢刚刚4000红包，谢谢挺力，还有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几个，几个还有什么补充吗？我希望疫情过后，这边生意会很好。好，一定会。那你们已经拍了4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还有40集还没拍，还有3上都还没去拍的。对，好大哦。大啊！上面还有个英雄关。哦。英雄关过的是美人关。哎呦，美人关！下次要闯美人关。再过去，领袖关。领袖关，滚吧！喂。我要干嘛？连你们过不去，我们也过不去的。对对，我们节目你看看，这个夕阳之下都多美丽，哇！这边很漂亮。对，而且这就是云林的市区啊。整个是云林县，这边都看得到，这是云林块。对对对对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光是一个万里长城，这种小小的斜坡，我们节目不拘小节，任何场地我们都可以做玩游戏。对，下面还有一个天空桥。哦，天空桥还可以。
可以设计哦。我们台湾有太多地方，我们可以随意走到哪里录到哪里。OK， 没有问题的。我们民众都在一起。好的，美乐我们这边可以吃一天玩一天，玩一天吃一天。太好了，那就是四天三夜，谢谢。吃它就对了。是啊，对，奖励也啦。对，我们还有很多礼物要送给观众朋友啦，要跟我们心境一样，到带你们到大自然到处去看。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，守住你们收看的综艺大集合。